好啦，下一套啦。今季其實有兩套黑馬嘅，一套就呢套，另一套就係武士佛羅明拉。咁呢套係咩呢？飆出達林。系啦，當然啦，就揸單車嘅。喂，揸單車嘅自行車競技賽 ，Anime 其實算係即係現在嚟講已經算較為少嘅，即係已經即係以呢個嚟做題材嘅話，現在啊，我記得我細個睇過套都係講單車嘅呢一套嚟嘅，但好早期嘅啦，到而家即係動畫化好少會有講單自行車啦，就係、是。係啦，咁呢套嘢咧，原來都好耐嘅，08年到而家，其實出到30卷噶漫畫就係咯，咁唔知點解而家先做，因為而家做動畫先開咗中文版出嚟啦，真係。系晒都系 up 晒嘅啫，系啦，咁当然啦，就讲就由呢个总北高校自嘅单车竞技部啦，咁啊又咁啊，主角系小野田坂道，系一个即系宅男啦，戴眼镜嘅四眼宅男啦，人哋咧同某人一样咧冇朋友噶，系佢兴趣日就系上高中之后咧，一个动漫研究社，咁就同大家就叫同我哋倾动画文化嘢，但啊 sorry， 呢间学校嘅动画研究部咧冇咗执咗啦，咁你要整就自己整一个部，自己创业搵人啦就。系啊，咁相同之下咧就有另外一位啦，就中学时代嘅即系单车好手，已经系叫金泉俊富啦，咁就已经就去又系入咗呢间校，咁就但系仲未正式入去呢间学校嘅单车部，因为呢间学校嘅单车部咧有几个王牌嘅高手喺度噶。嗯。咁啊，當然啦，就跟住咧，就佢就自己好努力咁去訓練自己去點樣贏。唔係，因為佢以前咧就輸俾一個人，這個人咧爬坡度贏咗佢嘅，所以佢心心不憤。這個時候發現小野田嘅獨特嘅爬坡度技能，咦，冇理由嘅，這個人竟然咁勁，唔得，我睇真啲嘅比賽。同你玩一次先，系啦，咁原來咧，但系咧就大家都知道啦，因為呢、這個金泉俊夫咧，其實佢就自己揸住嗰架係真係正式嘅跑賽車比賽用嘅，係而小野田就揸住啲普通嗰啲爛街買送嗰啲單車，佢哋叫做叫做熟女車，叫熟女車啦。咁但係原來咧揸起上嚟咧，其實唔差太遠嘅喎。唔係嗱點解嗱？今季嘅時候都話啲人係冇毫無理由開金手指嘅。嗱呢度正常好多嘅，小野田點解可以揸住架普通嘅熟女車都打贏人咧？因為就係佢由小學四年級開始揸住呢個咁嘅爛鬼單車，由屋企行到秋葉原，中間有山長百攝，係啦。咁佢屋企講過嘅，屋企係斜路嚟嘅，屋企斜路嚟嘅係，係啊。因為同埋佢90公里啦，每即係咁行，平時會衝手法係咁踩嘅就係、是，所以咧練咗一身好神奇嘅腳力，變成一個咩劍神啊，神力波劍神真係。係啦，咁啊佢好多佢誇張啊，講真喺千葉縣踩過去秋葉原，你大家都幾誇張啊！咁啊，90公里啦，咁當然啦，及後嘅故仔未爆嘅，咁啊，亦都要講一聲喎，因為呢套嘢非常之漫長喎，應該係有排喺度。點講咧？佢嗱，我睇嗰班漫畫後嚟就漫畫節奏係好揼嘅啫，真係，即係可能一個比賽，佢話我唔係話佢比賽有拖時間，佢比賽真係好肉緊嘅，但係但問題一場比賽可以講好長好長好長，佢嗱即係開頭咧，佢就冇講太遠先，開頭佢預設咗小野田一個新初學者。佢慢慢大概呢個單車世界，會講咩叫轉波啦，咩叫變速啦，即係路上可能有公路點樣接合啦，咩風壓問題，佢係咁講好多嘢，但佢嘅比賽緊嘅，其實劇情好緊張，但問題佢劇情好多好多鋪咗好多設定嘢落去，即係佢預讀者唔一定明白咩叫自行車競技賽啲常識，佢係咁同你講，係咁同你講，加埋啲人物嘅個性描述咧，劇情好長，咁你見到動畫都係咁嘅，第一次比賽俾兩集嘅可以係。系啦，咁當然亦都可以講啦。預期呢套嘢就唔會係啲咩13集翻咁鬼短啦，因為呢套嘢非做得非常之仔細嘅，好設定同埋教學係非常之仔細。即係我睇我問，即係懷疑後面就係阿明子張吉出場啦，就動畫最新係咁就追個跑車一隻，之後懷疑佢新人入學嗰條路，懷疑佢唔知會咗做三集定四集真係可以咁做法啫。所以可能我都唔知道會有佢每場比賽佢好多解說。上面會鋪埋啲人物關係同埋劇情推進嘅，就係所以係好長好長好長嘅，但係好精彩，好精彩真係。係啦，所以如果真係大家要俾耐性去睇，因為呢套嘢其實講真，如果你話睇監督阿窩道蘇咧，原來真係一個好好好好經歷嘅，即係嘅老牌監製啦。如果大家有睇，咁當然啦，好多啦。唔係你見到啊，佢動畫佢執過漫畫啲衰嘢嘅係，即係。漫畫其實節奏唔止浸，同埋比較斷嘅就係、是，但動畫佢執順咗之後咧，啲人物你啲人物出場係掉咗嘅係，即係變得順啲係，你睇得舒服啲嘅你會係。同埋佢都做咗好多套噶，譬如哈姆太郎佢有份啦，明偵探嗰啲 OVA 佢又有份幫手噶。咁之前咧，其實如果佢出道係1975年嘅，你諗下，即係佢做畫動畫嗰種浸淫咧，佢講故事唔會差得去邊咯。嗯，係咯。咁啊，你話角色描繪，我覺得佢都仔細嘅，特別佢，我覺得佢最做得最好咧。
係啊，即係個女仔阿韓少剛啊，即係嗰個阿哇，好鬼 QB 嚟呢條友真係。係啊，即係好明顯又係呢女啦，即係咁，但係又做得到佢對單車個熱誠。唔係，因為呢大家明白呢套一定有解釋力嘅。咁當然好似跟登標逼入面嗰條啊，嗱叔咁啦，佢呢度又話韓少做佢做技術解説啦，即係介紹啊咩叫轉齒輪咧？佢兩個跑呢、這個，突然間阿金泉變咗姿勢喎，呢個咩姿勢嚟嘅咧？有咩功效嘅咧？係咪加原來加速嘅可以搖下搖下個 pat pat 就加速嘅就係、是、當然啦，大家如果你話唔係話真係咁有興趣於單車咧，其實又唔係真係太過悶嘅。對咧講解説其實都好快嘅，即係就算你唔熟單車睇之後，你都知佢做乜先至少。至少係即係佢係有啲嘢 apply 咗落去部單車度，令到佢識揸。即係等於佢教阿小野田，佢突然將佢個座位個 seat坐翻低，嗱呢、這個就姿勢咯。啊，你嘅伸得熟啲，真係係啦，就即係教翻你成個方法。咁呢樣其實對初學者都係好好嘅，都係一個好。同埋齒輪嗰度啊，講到嗱，咁你好簡單，你踩一圈個齒輪，但係個圈會轉快啲咯。你細嘅就周個圓周會短啲咯，佢會轉啲快啲咯。係即係佢啲理論上你明嘅，你會講得清楚。佢你哋講清楚就係佢唔差佢又係啦。咁所以咧，其實呢套嘢其實我覺得幾值得去睇嘅。就算你唔嗌話學單車都好啦，你可以知道一啲基本知識都好嘅。其實我覺得同埋點講咧，冇話一啲好特別去賣熱血啊、賣萌嗰啲劇情咧，即係感覺上我又覺得佢幾平實嘅寫得出嚟，係真係一個幾平實嘅故仔嚟。唔係同埋比較 enjoy 就係佢鋪住個金手指波好合理咯，即係其實真係實力波健神，係咁慢慢踩住部垃圾車咁熱上嚟嘅就係、是，所以係後尾即係佢。佢大家可以即係同人哋啲正職嘅職業賽車手比得贏咧，合理喎又，即係佢開白開得合理啲嘅就係、是。係啦，咁當然啦，呢度咧佢都係講到即係冰山一角咁大把嘅啫，所以如果真係大家要睇，要期待啦，真係。哇！佢做得喎，動畫先出嚟第一 part， 後面就有幾 part 嘢嘅。哦，如果新入學真係，我仲係啊，仲要啊，即係嗰個話喺秋葉原，啱啱先第四集先講喺秋葉原撞到嗰個張吉。咁你諗下嗰度都有排搞啊，真係有排。唔係張吉完咗之後嗱，講埋啦，之後就有新入學比賽啦，咁。慢慢做到好長嘅就係踩，即係由學校公路一直市區踩一上山，踩個斜坡，踩三個斜坡就係超長嘅路程嚟嘅就係。諗唔知動畫要點做啦，做好耐啦就。希望唔好似啲足球小將咁樣。唔係，都係想答你，因為佢一路打一路回憶翻唔知 Annie 嘅故事 ，Annie 嘅故事想回憶，但呢度冇回憶嘅就係、是、純粹係，但問題嘅過程佢同你講點解市區踩咁慢咧？你要放水啊？唔係，其實佢流力嘅就係、是、同你講咩叫。中間路程可以分幾段咧？有三 part， 有段嘅前面一定要流利，中間要發力，即係上坡先最難嘅地方。跟住無端，跟住有人講下上坡幾難咧？有邊點解會咁難咧？其實講咩原因嘅就係、是、係啦。所以大家如果係嘅，俾心機落去睇啦。呢套就絕對值得期待，真係一定要睇呢套嘢。好啦，咁下一套啦。